玩奪旗時間3:14。聽日就去呢個灣仔嗰個石書肥街八嬸號嗰度，即係去嗰度聽嗰個活告，加埋嗰個咧，即係5:00先走得嘅。即係聽日到，預計一定玩得邊度一嘅，真係呢幾日真係唔得閒啊！雖然早翻，今日3:54而家，即係。如果你話個個識佢，咁我就有指南，我可以走喺跟住個指南去。因為我之前坐過指南啊，方斌嗰陣時。我記喺10月17日啊，當即係我去探病，即係元朗站出完閘之後，我見到一個。外籍人士聽電話講得好大聲，到今日，喂，琴日喺組會宣傳嗰陣時候，即係一個前社學生會加埋一個嗰、那個會長嗰、那個社長，加埋名社嘅社長，當個社長開始介紹自己嗰陣時候，佢話：啊嗨，大家好，我係4A班嘅5……，跟住嗰個就中午唔知咩班，即系我聽到嗰個人話我係4A班啊，佢咁4A班有啲話學生嘅，即係佢講4A班，其實4A班係佢上年嘅班別啊，即係而家已經中午啦。但係唯獨是佢自己講中四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原來講錯咗佢啊，但我哋發現咗佢發現唔到，原來都係。即係以為每次通識測驗，即係事實上，如果你唔讀將來唔讀開書，你就即係會留班。即係佢要我哋做 IV， 即係佢冇講過話使唔使嗰個合格率使唔使睇，即係方便嗰陣時合格率即係一定要 50%， 如果唔係就要留韓做。但係嗰陣時阿 Sir 就留我，因為即係佢嘅最標準，即係人哋係做六篇嘅。後屘我就個個都係驚喜，個個睇到即係 O 曬嘴，佢睇到我做40多篇啊！大多數嗰啲都係1分鐘。即係要我再做到20篇，再加埋做到62篇，大多數都有好多，全部都係少一分鐘。啲又要再做過，跟搞撚到我留咗咁耐，就係咁樣。但係唔知如果今年啊，如果亂做嘅合格率低嘅，咁會唔會又留低？去到海洋公園要玩6小時，即係首先9:45就喺呢個海洋公園個門口，即係可以搭
地鐵南港島線過嚟嘅，即係九點四十五分之前要去到嘅集合，十點幾我已經開始玩。但係實際上十點，即係實際上海洋公園有咩遊戲啊？跳樓機、海盜船、咩空中嗰、那個唔知咩月轉嚟轉去嗰個啊，跟住冰極快車、動感快車，跟住嗰個碰碰車、月礦飛車，跟住仲有唔知咩遊戲。那個海洋公園的水艇，即是力淋你濕曬嗰個，呢啲嘢可以足夠你去玩六個鐘嘅咩？雖然舊年10月20日呢個旅行去呢個屯門蝴蝶灣啊，好似海，好似呢個黃金海岸嗰個燒烤場，佢嗰度由九點幾燒到三四五點幾。咁樣燒烤都可以燒六個鐘，但係玩六個鐘咧，你覺得攰咩？所以我唔贊成去海洋公園，就係呢個原因。即係我聽日我可以 happy 嘅，聽日即係聽日我首先淨係上頭四堂，跟住之後五六七八九堂唔使上。去灣仔啊嘛，即係佢話12點幾放飯定唔知11點25分放飯，即係放飯嗰陣時候就12點40分之前就去到呢個天水圍西站，會過往紅磡月台方去等。但係你諗下邊度轉車啊？我就想諗住喺南昌轉東涌線啊！即係你如果你住喺美孚住荃灣嘅話，仲有荔枝啊、荔枝、長沙、深水、太旺、由左尖沙咀，要到八個站先到金鐘喎。咁但係東涌線啦，奧運啊、九龍、香港行去中環，行去中環轉港島線去柴灣，去柴灣嘅話，金鐘灣就五個站啫。你都個荃灣線啦。八個站喎，但我呢個方法係五個站啊，好快啊！信我呢個答案，即係我之前搭過係咁搭地鐵，你知啦，去過邊度都知啊！唔好恰我唔識鐵路啊！